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无量寿经精华》第四十四节，前面呢，我们学到寿命几何，今天我们接着看啊。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疑，烦满胸中，邪态外溢，费神家财。这几句话是说有一类烦恼业障习气很重的人，身心不正，心里面呢常怀着邪恶，这个邪恶是指邪淫啊，指邪淫。现在在这个时代，我们从小疏忽了家庭的教育，这一桩事情不能怪任何人啊！我们要怪人呢，那就错了，因为从满清亡国之后，民国建立了，这一段时期社会都在动乱，秩序没有恢复，尤其是中日的八年战争啊，把我们的传统打破了，时间将近一个世纪了，至少啊四代到五代都疏忽了儿童扎根的教育，这一桩事情儿童不知道，他的父母也不知道，祖父母也不知道啊，曾祖父母也许知道啊，总得要高祖父母的时候才真正知道这回事情。正是世尊在无量寿经上讲，先人无知啊，我们的父母祖父母，我们的先人呢、啊，不失道德，无有愚者，孰无怪也？我们不能责怪他啊，是我们很不幸在这个时代出生啊。这个时代内里面我们有烦恼啊，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烦恼习气，很不幸的这个社会外面的诱惑，可以说这种诱惑太大了啊，没有办法了来抗衡的这种诱惑
那要不是圣人再来，凡夫哪有不受影响的道理啊？对，今天经里面跟我们讲现前社会的状况，那么社会在诱导我们，普遍的在诱导，全世界的社会都找不到两样，资本主义的社会鼓励消费，这个跟我们中国传统不一样啊！我们传统千万年来，祖宗教导后一代都是勤俭，勤奋节俭，都叫这个。西方的这个价值观跟中国完全相反。他鼓励你，消费。他不提倡积蓄，希望你有多少都用光，用光之后向银行去贷款，向保险公司去贷款，时间久了，习以为常了，大家认为这是正常的，世间看不到借鉴的，也没听说借鉴这个名词了，所以一遇到金融风暴啊，就招架不住了。如果是中国传统，中国人的理念，你看千万年来没有听说什么金融风暴啊，没听说过啊。中国的老人60岁以上的人还有传统这一点概念啊，所以我们在外国这么多年知道，外国人晓得中国人很节俭，中国人有储蓄啊。经上说的是在讲，就是今天的社会状况啊，所以身心不正，常怀邪恶，这个不能怪别人啊，谁都不要怪。我们接受佛陀的教诲，圣贤的教诲，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就对了。常怀淫意，这一句是讲正淫。夫妻这个不是邪淫，但是常念那就是正淫无度这个夫妻房事要有节度，身心才会健康，家庭才会幸福。如果不知道节度，依旧会带给你很多的疾病，甚至于早亡你有80-90岁的寿命，可能到40-50岁就过世了这什么原因呢？与你房事不知道这个节制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烦满胸中，这是讲欲火的焚烧表现在外面，就是邪态外溢。现前的报应，就是费神加财，
啊，所谓是败家子、浪子，啊，是为非法了，啊，这一句也是双关语。如果不是夫妇，那你是破人名节，败坏风俗。这在古时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现在的社会呢不讲求这些了，不太重视，因为他没有伦理道德观念啊。但是对于身心健康、家庭幸福、社会安全，肯定造成了极大负面的影响。如果真正的相信因缘果报，自然就明白了。下面经上所说，所当求者而不肯为，这是佛菩萨感叹的话。你到人间这一生的人生，佛在经上常说人生难得了啊，六道里头的人生非常不容易啊，天上比人间呢福报大多了啊，头一个寿命长，啊，我们中国人知道啊，这天上有一个玉皇大帝，这是真的。可是不学佛的人呢，对这个天道只是个模糊的概念。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天有28层。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所以佛经上常讲啊，三界六道。玉皇大帝是在第二层，欲界第二层。啊，那换一句话说，去我们的居利不远，啊，很近，也就是说，这个空间层次容易破啊，能够破空间维次呢，你就能够见到，你也能够到那边去啊。这一层天的寿命，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听了感觉到不可思议，也非常羡慕啊！天上跟我们人间时差不相同啊，现在人家时差嘛，忉利天的一年啊，一天呢，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我们人间以为活100岁也不错了啊，不容易了，可是忉利天人看起来很可怜，才一天呢啊。忉利天也是一年360天啊，诸位要知道他的一天是我们100年啊，
他也是360天。你算一算，他这个时间就有多长？天上虽然很幸福，啊，至少他们变化不大，啊，也就是他不会衰老，但是他寿命到了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衰老了。啊，寿命没有到啊，他没有感觉到他衰老。啊，没有听说天人生病的，啊，生老病死苦，啊，他是化身，他不是胎身，所以没有生苦，没有老苦，没有病苦，只有一个死。啊，临终前7天，等于说他就生病了，那没法子治的，寿命到了。天人的福报比我们大太多了，啊，再往上去，那个福报是越来越大，辈辈相承，那真不可思议。所以人间许许多多人羡慕天堂，都想升到天上。啊，学佛的人呢，这才明了。啊，佛把这些事情详细告诉我们，天是不究竟的。啊，寿命到了，还是要轮回，还是会堕落。啊，天里面最高的是无色界天。那个地方的人，我们确实可以承认他有高智慧，虽然是凡夫，高级凡夫啊。为什么呢？他知道身体很麻烦，你看有身体多少累赘呀，啊，每一天要衣食住行啊，如果没有身体多好呢？你看高级的凡夫都不要身体啊，我们称之为灵界啊，色界天有身体啊，财色名食睡这五样他没有了啊，他们不要财产，没用处，对他讲没用处。啊，这个男女的淫欲没有了，所以贴色界天人的相啊，他是平等的，没有男女相。啊，他也不需要吃东西，禅悦为食。他也不要睡眠，这个多自在呀！啊，那寿命之长，忉利天寿望尘莫及啊！啊，这是我们中国所说的神仙，大半都是在这个层次啊。所以中国修道成就的那个成绩也相当可观呐！啊，神仙。那连身体都不要了呢？这就是无色界天，啊，身体不要，它不需要居住的环境，啊，我们称它为灵界。这种思想，佛教没传到中国之前，老子就向往啊。你看老子说：“吾有大患呐，为吾有身。”我最大的忧患是什么？我有个身体。你看他有这种思想，那么这种思想他到哪里去了？那肯定到无色界天去了。
啊，他也真有这个本事。啊，为什么呢？道家讲求的是随顺大自然。啊，而佛告诉我们，这三界都苦。啊，在这个欲界，啊，欲界六层天以下，啊，到三恶道都是属于欲界。啊，欲界有三种苦，有苦苦。啊，苦苦是苦是说什么？苦是讲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啊，这都是在我们从早到晚天天遇到的。啊，真叫苦不堪言的。第二种呢，叫坏苦。啊，坏苦就是这物质现象没有办法保存长久。啊，也就是它有寿命的，它会坏的。啊，人身体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啊，成住坏空就是坏苦。啊，我们古人常讲的沧海桑田。啊，让我们亲身体验的这无限的感慨啊。现在的变化尤其大。啊，无色界呢有行苦，无色界好啊，不能永远保持，寿命再长它还是有寿命，寿命到了它那个境界保不住，所以佛法讲三界同苦啊。那佛告诉我们啊，所当求的是什么？如何求脱离三界六道之苦？人应该有这种志向啊！啊，应该向这个方向啊去努力、去迈进，这就对了。啊，那么在东方儒释道啊，佛确实是帮助我们呢超越三界六道，而儒跟道呢没出离啊，他们多半在色界天，在无色界天啊，一般儒家了没有离开欲界，向上去的六层天啊，那么道家可能升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啊，只有佛法了，才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啊，六道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世界，诸佛菩萨的刹土，跟我们通通有缘分啊！就如同我们说，把整个宇宙比喻像地球一样啊，这一个星球。啊，那我们居住的这个国度呢，就好比是六道。我们这个六道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国家了。我们同住在这个地球上啊，可以移民到那边去。啊，所以它跟我们有关系。啊，哪一个世界都可以去。
当然去的时候有条件，像现在我们看哪个国家地区好，想移民到那边去的具备条件呢，他不会拒绝。我们可以一样到那边安居乐业。这么许许多多插图，条件并不完全相同。有的条件多一点，高一点，比较难。有些地方的时候不很困难。我们真的想去的话，符合他的条件，通通都能够办得到。我们对佛一定呢要像孔老夫子他那的好态度，幸而好苦。我们对佛要有信心，一定要晓得人会答妄语，佛不会妄语，佛说的话句句是真话，句句是老实话。那你相信你就有福了。为什么呢？你真的发愿，真的修行，真的想离开这个世界，移民到另外一个好环境里面去生活。这是佛法教导我们的，我们应当要求的。说而不肯为，这就是应当求的你不肯去做，不应当去求的你偏偏要去做。不应当求的要知道造作这些恶业，这讲恶因嘛，五种啊，你看杀生、偷盗、邪淫，这将来到哪里去啊？到恶鬼地狱出生。这是不应该去的地方啊。应该去的地方，至少这天道啊，虽然不究竟，比人间好的太多了。当然最好的那得有这个缘分的人生，你得遇到佛法，你遇不到佛法就没有这个机会了，缘分现在人间机会，你遇到佛法就是你遇到这种机缘，你能够把握住，好好的学习，真的能超越超越生死，超越轮回，这是应当求的。生死轮回很痛苦，佛为我们指出超越的道路，我们如果能信，能够遵照他所说的去做，真的如经所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你在这一生肯定能够满愿。那怎么做呢？基本的我们今天应该要做的事情，一定要求圣贤的伦理道德因果和宗教教育。他不迷信呐，我在前面跟诸位做过报告啊，佛教不是宗教，
佛教是教育。那么世间其他的宗教是不是宗教呢？其他宗教是宗教，但是它也是偏重在教育。那佛教跟其他宗教差别在哪里呢？其他宗教都立一个真神啊，它确实啊，它有一个真神，宇宙的主宰啊，也主宰人类的命运啊。佛教没有这个神，自始至终佛教没有建立一个神，佛教只讲佛，佛是人，不是神。啊，佛是我们的老师，所以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根本的老师。建立这个教学的老师，根本的老师，我们跟释迦牟尼佛是师生关系，我们自称为弟子，弟子是学生，老师师生关系啊，跟这跟宗教不一样啊。可是任何一个宗教，你看看它经典里面也都是讲的伦理道德因果，这是教育啊。他那个教育里面说，如果你不遵守教戒，神会惩罚你，你遵守呢，神会赏赐你啊。这点跟佛不一样啊，佛菩萨没有这个说法啊。所以佛教是教育，纯粹的教育，那个是什么？带着有神啊，他还是教育啊，细读他的经典还是教育。西方社会这几千年来啊，没有被毁灭，真的靠宗教教育啊，东方社会也能够在这个世间绵延了千万年，靠的是圣人的教诲啊。我们中国人称圣人，印度称佛菩萨啊，确实佛菩萨就是中国圣贤君子这个意思啊。佛是圣人，菩萨是贤人，阿罗汉是君子啊。不过他们的条件比我们中国所讲的圣贤君子的条件要高啊。他们是从断烦恼来界定啊，见思烦恼断了，这是阿罗汉啊，尘沙烦恼断了，这是菩萨；无明烦恼断了，那是佛陀。啊，他从这上界定，所以比我们中国圣贤君子的条件要高。可是，宗教跟圣贤教一般初学。科目、理念、精神、目标完全相同啊，都是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这就是从前雍正皇帝说啊，他讲中国的三教啊啊，他的看法了，都是教人为善了。
那一展开，我们看所有的宗教也都是劝人为善啊，这个目标完全相同啊。所以这种教育呢，确确实实能够啊帮助一切众生得到身心健康、家庭幸福、事业顺利、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世界和平。啊，那么今天整个世界的社会也乱了，为什么会乱？我们细心去观察，啊，可以说第一个因素，东方把圣贤教育疏忽了，西方把宗教教育疏忽了，啊，科学崛起之后，大家信科学，不信上帝了，啊，所以在外国有很多人说，科学发达了，上帝就没有了，上帝死亡了，啊，西方的宗教没落，啊，许许多多教堂在变卖，我们遇到很多，他教堂为什么要卖？没有人上教堂了，啊，传教士生活成了问题了，把教堂卖了，教区缩小了，合并了，啊，这在国外的现象啊，啊，那么在中国，大家不再相信圣贤，不读圣贤书了，说那是落伍了，那是旧东西，不要了，啊，导致现在的社会动乱，导致现前的灾难频繁，啊，现在问题发生了，如何对治，怎样去挽救，挽救之道，还是要把古圣先贤找回来。我们中国谚语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真的，一点都没错啊。啊，老人有智慧，有经验，有方法，有成绩表现，几千年来中国这个社会长治久安，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文化的没有不佩服，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体会到老祖宗有真智慧。我们今天疏忽了，轻视老祖宗，认为我们的知识能力超过他们，那他们那个时代点油灯，我们现在点灯，以为我们比他强，错了，他们不是不懂得点灯，他懂得，他不肯做，为什么不肯做？没好处啊！我们现在讲这个话，人不相信啊，科技的发达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啊，科学再往前发展的时候，
地球就慢慢毁灭了。所以中国人不是不懂科学，懂啊，不走这个路子。啊，中国人走的路子是叫大家都能够过伦理道德的生活。步调虽然缓慢，安全呢、啊？它真有人生的乐趣在呀、啊！啊，不像现在呀、啊！啊，这交通虽然便捷，啊，你说从前从新加坡要到吉隆坡来，你的朋友来看你，那种热情不一样啊！啊，他要骑个小驴，至少要走十几天。才走到，真是不远千里而来啊！啊，那个热情怎么会一样？现在几个小时就来了，飞机不到一个小时。啊，所以这种心情没有了。啊，这些心情是，这是幸得了。啊，那种对于家亲眷属朋友之间这种真情，被现在这快速的交通打破掉了，你永远享受不到。啊，看看古人这些文章怎么写出来的。啊，现在人决定写不出来，原因是什么呢？他没有这种热情的流露，他怎么写得出来？啊，换一句话说，物质生活我们享受到了，精神生活的时候是一败涂地。啊，这两种生活来比较，到底哪一种重要？啊，哪一种你真正能得到快乐？精神生活啊，精神生活里头有真善美慧呀，物质生活里头没有啊。啊，物质生活勉强来说，它有个真，善没有了，美没有了，慧没有了。你看，要一个三个丢掉了，着重精神生活的四个具足，这怎么能比？这一段讲的是邪淫之物啊，我在前面跟诸位提出人，不管现在人，这古时候的人，没有不贪财的，没有不贪色的，几千年前老祖宗知道，很清楚，所以以伦理道德因果教导后裔呀、啊，财色在人的生活不能缺少的，要懂得节制啊，不能让它泛滥呢、啊，家庭才有幸福，社会才有安全。啊，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来节制它，这两桩事情一泛滥，灾难就来了。过人的灾难是疾病缠身，啊，社会的灾难，那现在大家能看到。
啊，所以古今中外的大圣大贤，你看他们教诲对这两桩事情讲的很多啊。啊，中国老祖宗最有名的名言就是讲万物因为首啊，百善孝为先，时时刻刻在警惕我们呢。啊，邪淫就是在造万物啊，造万物你得什么果报？一切重罪无过于杀生，因淫而杀生的，古今中外的例子太多太多了。而对于修道呢，最大的障碍也是这桩事情啊，这是两大重障啊。如果修行想超越世间，想在这一生呢成就，那么决定要把杀盗淫放下。啊，如果不放下，你就没有办法超越三界。啊，所以应当啊，要断淫杀，才能够消除过去现前重障恶业。净土法门虽然讲待业往生，佛在经上还是告诉我们必须把淫怒吃佛珠，就是贪嗔痴，你虽然不能断，你要有能力把它扶住，也就是说它虽有不起作用，这些这样的人才能往生。要是扶不住，念佛念得再多也不能往生。古来祖师大德所谓寒破喉咙也枉然，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祖师大德常常教导我们持戒念佛这也是释迦牟尼佛最后的一教。佛在灭度之前教导后世的弟子啊，这是阿难尊者尊者其前的啊，佛快要走了，阿难问道：你老人家在世，我们都是以你为师，你走了，我们以什么人为老师呢？佛没有 指定继承人，佛只教大家以戒为师，以苦为师。这两个字好啊，啊，戒是佛陀的教戒，苦就能够降服贪嗔痴慢。人只要肯吃苦，才能把贪嗔痴慢放下。那不肯吃苦的人啊，他这种烦恼会现前，他会增长。哎，一个甘心情愿吃苦的人啊，
这个念头就生不起来。所以释迦牟尼佛以身作则，他老人家在世一生守住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每一天吃饭到外面去徒步决定不接受财供养送钱给佛给他们弟子，他们决定不受的他每天所需要的就是一钵饭一钵饭还不是在一家供养的好几家，每一家一点点好几家凑成一钵饭。所以真的过的是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他把这个世间贪嗔痴慢名闻利养舍得干干净净当时有国王大臣，他们有花园，有别墅请佛来讲经说法我们现在讲经教学，佛也不拒绝，也很乐意接受了。你像在奇树结古多园住林经时，佛都住相当长的时期，在那讲经教学。离开了，物归原主。那用现在的话说，佛接受他供养的使用权，所有权是主人的，佛不要啊。这是给后人做很好的榜样我们应当要向佛学习。当然，在现前环境，我们学佛日中一时到外面去徒步，这个做不到了。树下一宿，我们身体比不上他那么好。我们现在身体的时候，要树下一宿，这是风吹雨打日头晒呀，恐怕一两天就受不了了。就要进加护病房了。这是说明佛跟他的弟子身体比我们现在好的太多了，人家不会生病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该学的应当要学习的。修学法门很多那么特别大乘教里给我们讲的信戒行证，如果是讲到戒，古大德给我们说过各宗各种法门都应当学习，你才能广学多闻广学多闻的目的在哪里呢？目的是在戒引众生，众生品类不齐，根性不相等不是一个法门能够教一切众生的戒引众生呢，那你真的是要懂得无量法门，你才能够戒引无量众生。可是行门一定是走一门这就好比我们想到某一个地方去，我们知道有很多路都可以走，但是你真的走，你只能走一条路，你总不能走两三条路
这个道理要懂。所以行是一门，结可以多门。啊，可是佛法里面，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啊，世间法的时候，它目标很多，方法也很多。啊，那个方法跟目标不相应的话，它不能到。啊，但是佛法呢，方法再多，它目标是一个。啊，所以你无论走哪一个法门，都达到目的地。这个目的地是八万四千法门共同的目的地。这是什么？明心见性，见心成佛。也就是说，佛法无量法门终极的目标统统是成佛。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你只要走一门，走哪一门呢？想想对自己最方便的，最容易的，最简单的，啊，自己想想我可能走得通的，你就选择这个法门。啊，不要管别人，人家选的那个法门他有本事啊，我们比不上啊，那我就选我们的法门。啊，那符合这些条件，是无过于净土法门。啊，净土法门就是一句佛号啊，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把心上那些拉拉杂杂东西统统放下，用阿弥陀佛取而代之。啊，到你心里的完全是阿弥陀佛，其他都没有了，这叫功夫成片。啊，那就恭喜你，你决定得生。啊，你这一生的时候决定圆满成就。邪淫这一段我们就说到此地。下面呢我们再看第四段，啊，我们的精华四十五段。这一段讲妄语，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恶人、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了，为己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遇人威近，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奈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卧，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到这是一段，这一段呢是讲口业啊，这个造业了很复杂，也很多。佛把是无量无边的这种业心呢归纳为三大类啊，身口意，前面杀生、偷盗、邪淫，都是身造的，属于身业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口业，口业你看，有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这个非常可怕啊。本来这两个人相处非常融洽，非常好，来了这么个人，
对家属乙说你的坏话啊，甲对乙就疏离了，对乙说啊，甲怎么样要想伤害你，这叫挑拨见离，在佛法里属于两舌啊，两舌的果报，八舌地狱人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不外乎两种情形，一种是为了自己要得利益，第二种呢，为了自己的怨恨，建立别人，造作无量的罪业，戒罪完全是看他造作的影响，影响是他属于个人，这个最小，影响要属于他整个家庭，把人家家庭破坏了就破坏人家夫妻感情，破坏人父子感情，破坏人兄弟感情，这个罪就重了。如果再能破坏到社会，那罪就更重了。妄语就是我们现在讲欺骗别人，不诚实。人如果不诚实，修道是决定不能成就。为什么？世间的善法道比出世间的善法还要严格，从哪里得来？从真诚得来的。人没有真诚心，立道啊，就越来越远了。菩提心里面，第一个就是真诚。大乘法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人要不能发菩提心，就不能够学大乘。所以小乘人、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都没有发菩提心但是他们说话诚实为什么？他是遵守佛的戒律这属于五戒，他守五戒真诚心没发出来，所以他的修行能够达到相似位，不能达到真实位四圣法界是相似位它很像佛菩萨，不是真的。为什么？佛菩萨用真诚心他还用的妄心，妄心阿赖耶，他妄心用的真，我们这些人妄心用邪了，不如他
啊，他用心用得真。言语不老实，心是妄心，妄心怎么能成就道业？即使在世间，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讲得很好，人无信就不能立足于社会也。欺骗人能欺骗一时，不能欺骗长久啊。啊，在古时候这个信非常重要，人无信不立。啊，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口业这个四种普遍都犯了，而且是非常严重。简单的说，握口说话粗鲁，让人听得很不舒服。妄言是欺骗人，其余是花言巧语，欺骗大众。啊，其余的范围非常之广。啊，现在在文艺表演里面，歌舞、戏剧、电影啊，乃至于报章杂志，甚至于广告，都是引导人邪思。凡是这一类的呢，通通都包括在其余里面，所以它的范围很广很大啊。那么在中国古时候的艺术，它有个标准，夫子在《论语》里面所说的“思无邪”，都把这三个字作为艺术里的一个标准。啊，艺术必须讲求，不能让听到的人、看到的人、接触到的人啊，引发他的邪思，那你就错了。啊，这种艺这个艺术啊，是害人的，是害社会的。像戏剧、小说啊，都是在教化社会大众的。啊，中国歌舞在从前是属于教育，啊，礼的教育、乐的教育。啊，《礼记》里面还有一篇乐记。啊，什么是乐？我们不能不懂啊！知道因，知道果，知道善恶有报。啊，所谓是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在古代。可以说一直到民国之前，中国这个国家历代帝王用什么方法教化人民？我们细心去观察，他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现在所讲的文艺表演。在什么时候呢？年节喜庆的节日啊，这个时候大家平常工作很忙啊，
啊，这个时候等于说是放假一样，啊，都喜欢呢来看看，啊，这个是教育的机会呀，啊，寓教于乐，是表演的，啊，歌唱的内容。没有离开伦理道德，表扬忠孝节义，演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都得演这些 啊。所以人民心里头虽然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他对于这些大道理他都懂，他相信啊，让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不敢有邪思，不敢有恶念啊，当然就不会有不正当的行为，社会得到了安定，家庭得到了和睦啊，长治久安呢，靠这些。那些演艺人员，社会导师啊，他们从事这些工作呢，是无量功德啊。他是在教化四无邪，啊，这一行这种行业人虽然很辛苦啊。他们做的是善事啊，他们的果报是来生一定提升的，跟现在不一样啊。啊，现在这些东西比从前更多啊，但是内容呢不一样了，尤其是现在的电视网络太普遍了，深入每个人的家庭啊，内容就太可怕了，把伦理道德因果统统丢掉了啊。伦理道德是旧东西，不适合现代，因果是迷信啊，那是古人骗小孩的啊。现在演出了什么？演出了是杀盗淫妄真的是在演食物，以食物为时尚啊，以食物为正常啊，啊，不造食物那就跟不上时代了，这时代往哪里去啊？我们能够看到的、听到、接触到的，这个时代是走向毁灭；看不到的，这个世界是走向三途。这是真正的事，这个事实真相啊！啊，所以从事戏剧啊、歌唱这些演艺的人士，应当深深的警觉到啊，引导社会走向正面，教导大众善的好的是无量功德果报，肯定是人天福报啊！如果你所表演的是负面的，
你引导众生造杀盗淫妄的，这是恶业，造作的是恶业。恶业你引导社会这么多大众，你的果报不是畜生，不是恶鬼，肯定是地狱。你就想到这个事情多么可怕啊！这个世间行业这么多，为什么干这行？啊，佛家里面讲堕阿鼻地狱，堕无间地狱，这个行业的人最多。啊，早年我在台北，我们自己有个小道场，华藏图书馆。我们道场附近有个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好像现在已经是大学了。有一些学生常常来听我讲经，啊，距离不太远，啊，讲经，听到我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们害怕了，哎，有几个来问我，他说那我们怎么办呢？现在这个人老师所教的那都是负面的，不是正面的，我就劝他。改行啊！啊，你去学其他的学系，不要学这个，这真的。下面说，憎忌善人，憎是憎恨，讨厌；忌是嫉妒。对于好人好事心生嫉妒嗔恨，这是自己比不上别人，不希望别人超过自己，这叫嫉妒心。嫉妒心是与生俱来的烦恼，你看看，你细心看看，小孩不会说话，还不会走路，在爬。你看两个小孩，你拿着一块糖，你看他两个有没有嫉妒？一个小孩有，一个小孩没有，他就在旁边，你看他的表情，你就能看出来。没人教他了。啊，所以这是什么？多生多劫的习气呀。境界现前呢，它就起作用啊，它就现行啊。啊，这个一定要靠修养，一定要靠良好的教育。啊，所以中国古人从小教小孩学什么？学让啊，让必须要忍，忍让，小孩开始学忍让啊，父母教啊，你不能不忍啊，不能不让啊，啊，慢慢养成习惯了，嗯，懂一点事了，叫他谦让啊，谦虚啊，谦让。到长大了就自然就礼让，他才能够与一切大众啊和睦相处啊，哎，真正做到与人无争，与人只要有竞争那就很痛苦。中国古籍里头找不到竞争啊，这个竞争是从外国来的啊，外国人从小就教竞争，
中国人从小就教忍让，啊，该让的要让，不该让的还要让。那有的父母他就是这样强制小孩啊，小孩从小要养成习惯。啊，不争，不道，是大富的真因呢。啊，你将来修布施的时候得大富。啊，如果是有道心，有竞争的心，你虽然修布施，你得的福报少，不圆满。啊，因为你这种心，把你的这个善业已经抵消掉一部分了。啊，这个道理不难懂。啊，我们一般人细细想想啊，都能够想得通。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没有竞争的心，没有道心，你修的布施功德是圆满的。所以嗔恨嫉妒造这种业，对别人有没有伤害呢？说老实话，对别人没有伤害，那就看对方了。对方如果没有怨恨，一切都随顺，不但没有伤害，成就对方的德行，自己亏吃大了，自己造这个罪业重了。如果对方不原谅你，对你有嗔恨，对你想报复，那你就找了麻烦了，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你这个戒呀，不知道什么时候呢才能解开呀！啊，祖师大德常常劝我们呢，与一切众生不要结怨，这冤家宜结不宜结。啊，化解这个冤结从自己，不是从对方。啊，老祖宗教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他对我有怨恨，我对他没有怨恨，这个戒打不起来。打戒是的两面的，双方的。啊，这个就戒不起来，戒不起来是戒罪啊，他是他的罪重，帮助自己提升。啊，你自己怎么知道你的修养、你的功夫？这是实验呢，境界现前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有功夫啊！啊，所以我们遇到别人的毁谤、侮辱、陷害，这是一层比一层严重，心平气和，若无其事啊，还剩什么怜悯的心、感恩的心？怜悯是什么？怜悯是他对我这些恶业、恶行、恶念，我没有接受，没有接受，当然退回去了，是嫁给他了。怜悯他啊，感恩他的时候，我自己了解我自己现在修行功夫到什么等级你看对自己有没有坏处？没有坏处啊，对自己有好处啊。如果自己感到受不了了，有怨恨啊，对立甚至于起报复，那就不好了。
啊，那就真的种下了恶因，啊，生生世世的冤冤相报，两方面都痛苦。所以这个事情真明白之后啊，不能干了，干这傻事啊！啊，我们听到别人造作恶业有过失，绝口不提，就是他回谤我，我又没有听见，别人传言传说靠不住，面对面侮辱我，也不要开口，也不要放在心上啊，他是什么？他是误会啊，他心里面有恼怒，有不平，他要发泄，让他发泄，发泄完了不就没事了吗？啊，这骂不还口，打就让他打，不要还手，打不起来，那这才叫化解，当场就化解了。啊，一定要有智慧。要能够忍辱，下面一句是败坏贤名，贤是社会上的贤人，有德行的人，名是有智慧啊，有道德，有智慧，这种人肯定啊影响一方，移风易俗，为一方人的表率，为一方人的榜样，那功德就很大了啊！如果对这样的人产生了嫉妒憎恨，破坏人家所作所为，不能成人之美，不能够随喜功德，反而去障碍他，那这个戒罪怎么个戒法？对这个贤明的人是不是对他戒罪？不是的，他要真的是贤，贤是有德行，真正是明有智慧，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不放在心上。而戒罪从哪里戒罪呢？戒罪是这个贤明的人呢，他教化这一方人，你经过你的妄言、恶口、绮语、两舌，你这都用了，你把这一些这一方的人呢跟这个贤明人当中的关系破坏了，这些人呢不相信这些好人，也不听教诲了，也从这里起如果我们把事实真相看清楚了，这事情能干吗？不能干呐！我本来是怨恨那个人，今天与他一点关系没有。我对于这些人的时候，这善良老百姓，他们想听一点伦理道德的时候，听一点东西，现在没有缘分的，那得罪这些人，戒罪，跟他们戒罪。你影响的人越多，影响的时间越长，你的罪就越重。这个麻烦很大很大啊！那对贤明人来说的时候呢，哎，他虽然是事做不成了啊，利益众生的事情他做不到了，这缘不成熟被破坏了嘛，哎，但他自己功德是圆满的。楞严经上讲的法义圆成，就是圆满功德，你是真心做
也有这个能力做，也有这个机缘做，但是机会被别人破坏了。啊，你的功德是圆满的。破坏的人的时候，他要负这个因果责任。啊，是对那一方人结罪，对这个贤明的人，对他不结罪。啊，所以是不是真的败坏贤明？不是，败坏贤明发心想做的好事，这个好事被他破坏了。啊，结罪也不跟贤人结罪。关系太大了，他为什么这么做呢？都是因为嫉妒，所以才毁谤啊，啊，才做这些破坏的工作啊。如果他真有智慧，他也有德行，他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随喜功德啊，随喜功德这一桩事情，我没有这个能力去随喜帮助他啊，我也没有财力，也没有能力，欢喜赞叹就是随喜啊。真正发随喜功德的心，这个贤明人成就的多大成就，多大功德，随喜功德跟他相仿佛，这真叫会沾光啊！啊，为什么不干？为什么要破坏？啊，这个就叫做愚痴啊，迷惑颠倒啊！不但伦理道德他不懂啊，是非邪正他不懂啊，什么对我有利，什么对我有害，他都不懂。你看，连利害都不明了，你说这人多可怜！啊，多么愚痴！啊，知道他接罪是在一方所有众生，这个罪就重了。下面说，不孝父母，轻慢师长，这个罪是最重的。啊，一切众生造作罪业，是以不孝、不敬老师，这个罪最重。真正是狂妄到了极处了。啊，你看古人所讲的“百善孝为先”呢，所有一切的善法，都是从孝道里头生出来的，一切的这个善法，佛法也是以孝道为基础。啊，净业三福里面，第一句话是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你就晓得这个重要啊！啊，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怎样去做才是孝亲尊师呢？落实《弟子规》就是的，落实十善业就是的。啊，但是十善业讲得太简单。没有详细说，弟子规详细说了。弟子规里面所讲的就是十善业。
啊，详细的去讲解了，就是《弟子规》。啊，我们可以说，十善业是纲，《弟子规》是目。啊，所以我们要真正把《弟子规》学好了，十善业自然就得到了，它是一不是二。啊，修十善业要从修《弟子规》做起，但是还必须要加上感应篇。啊，感应篇也不长，1300个字。啊，《弟子规》1080个字。为什么要学感应篇？感应篇是因果教育，真正相信因果，你那个伦理道德做得踏实。也就是说，境界现前呢，你不会动心。啊，你能够经得起诱惑。如果没有真正的因果教育，往往境界现前呢，自己守不住，又犯错误。啊，见到财富贪不贪？起不起贪心？啊，小的财富大概不动心。啊，像摆在我们面前，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好像不会动心。如果在这摆上几千万、几亿，你动不动心？保不住了。啊，这就是这叫因果教育了。啊，真正懂得因果教育，晓得。啊，最低的一个概念，知道命中有的就是有，命里无的得不到。命里没有这个财富，你得到财富，灾难就来了，灾难跟着就来了。命里没有这个财富是我得来的，是决定不可能的。那么换句话说，你所贪得来的，啊，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得来没事，还是你命里有的，你是冤不冤枉？啊，因为你的这心行不善，啊，你得到的果报，把你命里该得的就打折扣了。啊，比如说你命里头你有1亿的财富，因为用不正当的手段就得到财富，可能打对折你就是5000万了。啊，自己得到5000万还觉得很欢喜，你看我用的这个手段啊，其实你命里超过1倍多，你这不叫冤枉吗？啊，你用正当的手段啊，去经营，你会得到的。啊，所以懂得因果，他就明白了，他不会干傻事啊。啊，明文利养，这五欲现前，他真的会不动心的。啊，所以伦理道德教育，你接受了。你羞于作恶，不好意思坏事情啊，但是严重的诱惑的时候往往还是保不住。有因果教育呢，不敢作恶啊，知道这不正当的念头、不正当的行为对自己的伤害非常大啊，不愿意错误
所以因果教育比伦理道德教育还要重要啊。内心里头真正相信因果，这个伦理道德就做得很踏实，这好事情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啊，是三合一啊，相辅相成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啊。这是自古以来儒释道三家在外表上有这个形式啊，内里面呢完全不分啊，因为每一个人儒释道三家的东西通通都学，就是扎根教育，三个根一起长啊，就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同时扎下了，根深蒂固啊。这就是成圣成贤，学佛就是成佛成菩萨的根啊。你没有这个根，怎么学怎么用功怎么精进你都不能成就。所以对父母不能不孝顺啊，父母不在了，常常念着父母的恩，常常念着父母的教诲，常常想着父母对自己的期望，这是真孝啊。自己有成就，成就德行你的父母，你德行真正成就了，你的父母在天上天人尊敬啊，你有一个好儿女，大圣大贤他有荣耀啊，我们修行的荣耀啊，要归宗教里讲归主，我们换一个词，归恩，叫上报四重恩。第一个是父母，第二个是师长，第三个是国家，第四个是人民。荣耀不归自己，荣耀归四重恩呐。对老师，我们的智慧是从老师那里得来的。老师是在佛法讲化身父母。我们这个身体是得罪于父母的，我们的智慧得罪于老师的。所以从前一个小孩怎么教出来的呢？是父母跟老师合作教出来的。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教，从小教的时候一生都要守住啊谦虚恭敬谦虚恭敬对儿女就不好意思说，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孝顺我，这话说不出口啊。这个话是谁说呢？老师说，老师要把父母恩德讲给学生听，让学生懂得了孝顺父母。老师对学生，我是你的老师，你应该尊重我的话，也说不出口啊。这话谁说呢？这话是父母说。父母教儿女要孝顺老师，要尊师重道。
啊，所以两方面呢，才把个小孩叫出来啊。老师跟父母密切合作，啊，这个合作要从第一天开始，啊，让这个小孩他有深刻的印象。这第一天开始什么？就是拜老师。你上学吗？上学，过去上学，头一天先拜师礼。啊，拜师礼简单隆重。啊，我小时候就那么一次，一生看到从事于教育工作的啊，当老师，无论是小学老师、中小老师，我们自自然然从内心升起恭敬心啊，就是拜师礼那一天学的啊，上学六岁上私塾啊，私塾在一个祠堂里面啊，父亲带着礼物，那是供养老师的啊，进学堂预先都跟老师讲好了的，哪一天去拜师啊，所以这个学堂里有准备啊，在这个大厅供的有孔子的神位啊，现在这画像很多了，这从前没有，没那么普遍，写一个牌位供着了。那么老师站在旁边，同学呢站在两边，啊，都是学习，这都是教育啊。啊，父亲带着我，父亲在前面，我在后面，向孔子的牌位行三跪九叩首的礼。拜完之后起来，父亲请老师上座，老师坐在孔子牌位的旁边，对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再送上礼物。每一个新同学上学都要做一次这个样子，所以这老同学在旁边就看很多次啊，印象深啊。你看老师跟家长的关系跟现在不一样啊！啊，老师接受家长这样的大礼，他要不认真把小孩教好，他怎么能对得起别人父母？父母给老师行这样大礼，这是全心的付托啊，这个小孩子请你好好教导照顾啊。啊，我们在学校里犯了过失，受到老师处分，那是处分体罚了，打手心，罚跪啊，回去之后父母看到了，第二天父母一定带着礼物送给老师，感谢老师教导，跟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听说学校老师要处分这个学生呢，家长会到去告状去啊。啊，那这个老师还敢教吗？他不敢教了。那所以我们看到家长这个父母对老师这样的尊敬，就决定不犯过。为什么呢？犯过我要父母去给老师道谢，还要送礼。那这亲眼看到了，我们不愿意你家里也贫穷啊，这个日子并不是很好过啊，啊，所以我们就继续守规矩啊，听从老师教诲
啊，处罚受处罚了，回去也不讲。啊，这是从前的古礼呀，现在没有了。啊，过去李老师在台中办了一个小班，内典研究班，8个学生，6个老师，啊，我也是其中之一个。哎，老师用中国的古礼，啊，那学生家长他不会来，老师代表，李老师代表学生家长，把我们这几个学生，啊，那时候是班上的老师嘛，都请到上面上座，老师在前面，8个学生在后面，老师带着学生向我们这些老师行三跪九叩首。这是我离开家乡啊，在台中的时候，李老师做过这么一次表演。啊，这完全是表演，让台中莲社这些莲友们大家来看看，古礼是这样的。啊，所以古时候的教学，老师真的认真了，啊，真的用心教啊。老师自己还要做表率，也就是说，《弟子规》上所讲的，老师通通要做到。他不做到，就不能影响学生。啊，做出样子来给学生看。所以，师徒如父子啊。这关系好 啊，学生对老师就跟对父母没有两样啊。在《礼记》里面，诸位看到，头一个是称名啊，中国古时候古人成年了，行冠礼。啊，行冠礼就戴上帽子，表示他已经成人了，他不是小孩了。同辈分的朋友送一个字给他，以后称字不称名。啊，纵然做官，在朝廷里面，皇帝也称字不称名。这是什么？对你尊重啊！只有两个人称名，一个是你父母，一个是老师。你想到的时候，老师跟父母地位是相等的。父母死了，守孝3年；老师死了，殉丧3年，只是不穿孝服。这根本呐，做人的根本呐，父母跟老师啊。如果说，忘恩负义，背思叛道，这个人在过去古时候的社会，你在社会上没有立足地，没有一个人愿意理你，你真的就走投无路啊。这是过去传统社会啊，现在不讲这个了，就整个社会乱了啊，带给我们多少的苦难。要恢复正常，必须还是要向古人学习，向老祖宗学习。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